彩的暑假生活开始啦，哈哈哈哈。不要，你打错了。怎么打的嘛？就是这样的。你放，你拿清楚拿。要发小单哥。落差要把答得明显一点，尽量每一下都均匀一点。四包榴莲牛奶，五包榴莲牛奶，六包榴莲牛奶，七包榴莲牛奶，八包榴莲牛奶，一包榴莲牛奶，两包榴莲牛奶。从头开始笑着去说，不，然后每次用反着脸。一包榴莲牛奶，两包榴莲牛奶，三包榴莲牛奶，四包榴莲牛奶，五包榴莲牛奶，一包榴莲牛奶，两包榴莲牛奶，三包榴莲牛奶，四包榴莲牛奶，五包榴莲牛奶，六包榴莲牛奶，七包榴莲牛奶，八包榴莲牛奶，一包榴莲牛奶，两包榴莲牛奶，三包榴莲牛奶，四包榴莲牛奶，五包榴莲牛奶，六包榴莲牛奶，七包榴莲牛奶，八包榴莲牛奶，九包榴莲牛奶，十包榴莲牛奶，十一包榴莲牛奶。一包榴莲牛奶，两包榴莲牛奶，三包榴莲牛奶，四包榴莲牛奶，五包榴莲牛奶，六包榴莲牛奶，七包榴莲牛奶，八包榴莲牛奶。拿了蜂花护发素送给红鲤鱼、绿鲤鱼鲤鱼，拿了两包灰化肥回家，发现灰化肥已经发黑，会挥发，发黑会挥发。牺牲掉是还不是这么容易啊？七声调式的话是在五声调式的小三度音程中加入不同的偏音，属于清乐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当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三个音也不平了，它有高低起伏的，越来越高，下来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你这个叫抒情吗？你这个叫童真，你甚至有点萌。我要你唱的温柔，抒情。一闪一闪亮晶晶。你觉得呢？哎，又滑了。继续。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我天哪，你真的太乖了。好，算了，不继续折磨你了。还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。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。二三四五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，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。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笑。Thank you.
突然发现时间来不及了，现在就要走了。走。
真挚和真诚，是在真真实实的用自己的心在跟对手去交流，明白吧？我没有演的。好，作业，一首歌，自己选。每一个人，他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角色，和其他三个人都有反差的。好，这四个人里面，绝对都是关系非常非常好。听懂了吧？是，四个人关系还是四个人当中两个人和两个人？四个人关系都互相都很好，去把这个戏给我演员嘛，听懂没有？一首歌，符合那首歌的情景。OK。哇，有作业了，我们好开心呀！安排。王志老师，你要想想，如果你假如这个冰方的情节，你要演什么？还有歌曲，而且你还要把控歌曲的时长。就比如说歌曲副歌到高潮，情歌王，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有几个啊？那就是说对方上火，就是干了坏事然后上火，这个迫不得已要上火，迫不得已。你觉得挺上火？不是说有什么挺哪个挺上火？说白了就是一个上火犯，不用任何职业。在经过我们激烈又充满想象的一系列讨论规划之后，我是一个忠贞善良。但是我是这四个人中地位最低的一个人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他们那种。但有时候就，但是我还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，就想做好事情，但有时候都做不好。因为老说每个人都要反差，所以我们尽量都把每个人就是更加鲜明一点，就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是一个外表帅气的人，是内心猥琐。哎，大哥，这上面没有写帅气啊。我就是一个做事情很恶毒，但是是嘴巴上面说我不敢做那种人，就是内心和外面不符，就是两面三刀那种。跟你差不多呀。你是猥琐。下一个。我帮他说吧。你老大打村。哼。老大你就不一样了。老大就是一个性格暴躁，现在已经入戏了吧？性格暴躁，然后呢，很细心的人。
绝对不是我。我跟你们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对你们忠心耿耿，我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。老大，你要相信我。抱着脚很痛，哎呀，老师我不行，老师这个好痛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上课。他希望你有什么就是不适应，就及时跟我们反馈好吗？哇，这边开场了，哇，哇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压泡面，泡面的皮蛋吗？这都是游戏，来我们品尝一下。我有，这不是你吗？解不开，你如何？漂亮姐吗？是我吗？哎呀，练歌嘛，没在练歌，真的是。那
我们土老师他们用灵活的大拇指转换了一下。快点让猫偷偷加上啊，这么久的好，这么久的老朋友了，他都不加我 QQ， 是为什么呢？加了你的，真的，他对我有歧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张俊豪说六十，他下了六十有个游戏 APP， 但是他只玩作业帮这个 APP。 不，我要推荐一款非常快捷方便的一个好玩的游戏，他只用扫一下条码就知道了，那是快递作业，一看就是。啊，张俊豪又开始看他的动画片了。哦，威贝尔贝尔，是你喜欢哪个熊呢？我喜欢白熊。我也喜欢白熊。白熊贝尔啊，最聪明。你为什么要看中文版的熊啊？哎，因为他听不懂。撩下头发，然后再思考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呢？哦，还要摆个 pose。四岁的时候来的。四岁的时候腿就已经这么长了吗？四岁的喵。当时这条裤子稍微长了那么两厘米。最近这个腿没长，快点儿啊！好点，张俊豪，我先走一下，拜拜。去其他地方玩。好的。哟。Don't be timid when you in it, better lay red. I know you wanna go there. I see it, step front and come there. I know you can drive it, chauffeur. Anticipate your touchdown.